8月25日，姚晨及工作室晒出一组近照，照片中姚晨身穿印花泡泡袖连衣裙现身某杂志创刊派对，整体造型非常复古。姚晨长发披肩，皮肤白皙，妆容精致，红唇气场十足，浪漫优雅，笑容甜美，满满的女神范儿。网友纷纷评论，姐你好美啊，这个御姐范儿，大姚真的太好看了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